是你写的吗？我就是怕我自己会忘记关我。所以你帮静良开酒吧，你也是为了我。你怕你之后来不及帮我做这些事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也希望这些事从来都没发生过，但是我就是觉得你爸有事情瞒着我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8:45，初恋的情人。本节目由喜多纳营养液冠名播出。